我去实习那一段，他父母给他安排了一个，就是在档案员办公室里面，挺轻松的。他就不行了，他就又给辞了，又给先斩后奏，又给辞了。那你说起这个工作，那我在办公室里当文员，那整天都是跑跑腿、打打杂啥的，啥也学不到，而且挣的也不多，那我还不如多陪陪你呢。谁不得从基层做起啊？现在是不是还是少爷状态呢？有一点吧，那种状态，就觉得他像一个养老的状态。啥意思？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然后没事公园溜溜弯。你夸张了吧？你这是写诗了啊？你是这样吗？我感觉溜溜弯啥就挺舒服。你真溜弯是吧？真游手好闲是吧？我的天哪，感觉这样过得挺舒服。就不说这俩长的实习了。你兼职你做好过吗？寒假我回家，你为了我留在秦皇岛，那挺美好的事儿。你说你要租房子，还得跟家里要钱交房租。我给你找了两个小兼职，反正都是在晚上的，可能就是有一点熬夜辛苦一点。那你说你给我找的第一个兼职，那整天上夜班，在酒店里做安检，晚上8点上班，早上6点下班。那冬天那么冷，我晚上上班，白天也休息不过来。冬天哪儿都冷呀。那每天晚上都上班，身体都本来就休息不过来，都吃不消。这么一大个，你身体吃不消，你怎么吃不消啊？大家伙看他像吃不消的人吗？这胖也分实胖和虚胖，虚胖他也有可能吃不消。那你说完这个，没法跟你说话，你真是哎呀。还有一份工作是干嘛的？第二份兼职，我就是我来秦皇岛就是为了陪他。第二份兼职是晚上的时候去酒店里做小时工。那你说他白天去兼职，我晚上去兼职，那合起来咱俩一天到晚见不着面儿，连个吃饭看电影时间都没有。那还分分钟钟时时刻刻在一块儿啊？那我是想过来多陪陪你，我也没想着做什么兼职，那不就辞了呗？那你当初不答应我好好的吗？咱俩一块儿努力，有一点工作经验，这小的阅历。哦，我插一句啊，您到底希望他成什么样？您觉得就行了呢？啊，就是他有一个工作能兼职下去。因为我看他这些经历，兼职不行，实习不行。那我现在主要觉得我不是还没毕业呢吗？那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要是再好好工作，那时候也不晚呀，我也不一定比别人差。到时候，不一定比别人差，我们俩一样大。我总说你走在别人前面一步，你以后成功几率就更大一点。好，把这个放一边啊。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喜欢他。喜欢他什么？他所有我都喜欢。啊，喜欢他全部。好，喜欢他全部。而且他平常花钱也挺大手大脚的，1-2公里的路不骑单车，打车。那不是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冬天挺冷的。那不是怕你冻着吗？人别的女朋友车接车送的，我也不想让你车接车送。那咱能自己有车了再说呗。你买不起这个面包，你还跟家里一点一点要，一口一口给我。我觉得不好。我问你啊，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了。你今天来干嘛呀？我今天就是想跟他分手，不要对我死缠烂打的了，软磨硬泡的了。哦，好了，那我听明白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嗯。哎呀，怎么一个弄得跟个妈妈一样教育儿子？对，老妈子一样。我就感觉有一点恨铁不成钢，扶不上墙。你看，恨铁不成钢啊！好吧，来吧，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呀，就是典型的当妈式择偶，所有的事情大包大揽，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恋人，所以造成了他今天这样啊。你有50%的责任，所以一定不要大包大揽。如果谈恋爱就轻轻松松的谈恋爱，不要当妈一样的去谈恋爱，太累了。而你呢，就是那种典型的眼高手低啊，叫这个工作苦，觉得那个工作累。这个世界上哪个工作不累啊？我告诉你一个真理，努力不苦，不努力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苦。你现在偷的懒，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债要来偿还的。不要以什么去看他，什么爱他，所以没有时间工作为借口，这都是你以我爱你为方式做尽了自私的事情。所以先学会成长吧，成长为一个男人，懂得担当，懂得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之后，再来谈感情。祝你们幸福吧。三里啊，我刚才没数清楚，你到底是辞过几次职？
岁都会给到你回报，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，就是我们知道爱情最好的样子当然是比翼双飞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不能，他在前面飞，你莫要追，自己起一个航线重新飞。祝你越飞越高。